上一次订婚宴，我被我弟邀请去了当一次主持人，但是朋友对我别的评价不太多，但是对我的衣品吐槽的相当多。这次呢，我又有幸被我的第二个弟弟邀请订婚主持人。这一次呢，琳琳就精心挑选了 一身衣服去主持这一场订婚宴，不知道我这一身衣服能不能入你们的法眼。意思就是看还吐槽我的衣品不？那你就套大姐，我操，操起草就回来了啊、哦！弟弟，没有的，退烧不要了啊、哦！对吧？这个角度还可以啊、哦。看好了，顺就是吃个饭的时间。本来我们很早早的就去我姨家了，但是我妈不去，所以说我们稍微走的晚一些，刚好按吃饭的时间，就到了，然后去主持一下，吃个饭，我们就立马就回来了，不多耽误时间。老婆，我啥时候给垃圾？姨父，好的，还话术，多金，姨金子，啊姨，就包给他啊，儿，妈妈叫来了没？啊？你想吃啥？我说吧，你给你几碗给姐。这个也是我们昨天晚上布置的现场。现在这个订婚仪式越来越好看了啊、有点高啊！妈妈，谁抱着呢？嗯？你连爸爸都不要了！哎，舅舅今天哄你啊！给我上床！今天穿这衣服挺漂亮的，是吧？这是姐选的。哎呀，拍视频咋样了？尽量不丢脸就行。够吗？够吗？来。受到两位种新人的邀请和委托，良辰吉日是为年轻人经过相识、相知、相恋，即将确定本身的婚姻。我代表双方家人，对各位来到现场的亲朋好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。下面我宣布今天的订婚仪式正式开始。彼此间以许终身。咋了？大家不看吗？妈妈。顺其自信。作为一小小的戒指，象征着他们手相牵。情相连，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来共同见证这一刻，希望你们在爱情的旅途上风雨兼程，相濡以沫。紧张死了。感觉今天发挥的不是很好。可以。可以吗？好的了。下次给另一个弟弟继续努力。默默，有蛋糕了。我非随机。
么高的？给你妈装那么大的肉，妈能吃了不？你干啥？啊，你跟你爸一样，在哪都搜索吃的。老爷，少吃点啊，咳嗽呢啊。你妈装了那么多，妈能吃完不？慢慢吃嘛，都走了，咱们也走。嗯，赶紧走，回家看妈。啊，谁都不行，俺、啊、只认小舅舅。那我先走了，我舅子。我不去了，我妈还在屋里，我去。回去，俺叫鹏鹏送回来，对了。走了啊，姨我走了。睡着了。妈还能坐住啊？哎，你放就行了。行了就算了。一个人坐那无聊不？我对。坐那无聊。嗯。哎呀，在那研究啥呢？爷爷的戒指。我舅他们也回来了。看一下人家谁？你啥时候回来的？人家菲菲的哦。呀，你把海一墨怎么哄下的？他怎么一见你就让你抱？大的找他。二舅舅，小的找他小舅舅。我姨想。你姨在房里开去，开去，嗯。走。我姨都叫不去。哎，我的天哪！啊？老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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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着吧，老费，没有就带着，给我姨也带一个，来，每人一个，我就还带了一个来先。我就还有一个。一杯就是。来做重点哦。咦，我走了哦，你睡哦。谁去的呀？你睡，我走了。对呀，你让他干，我洗漱。干嘛干，阿姨？哦。哦。拜拜。拜拜。你出去。哎，孙子。啊。我们明天要去四川了，咱们先回去吧。家里那个卖了苹果钱给妈子一取提议给，然后我们就收拾收拾，明天准备去四川。OK， 好。今天刚等一下过去时候，刚好把舅舅也送过去啊。好。走，咱忙活吧，我就送回去啊、哦。你找谁？你说不来了？来的。那、哎、行，我送走了啊、哦，帮我走了啊、哦。你坐。我明早过来了，我明早呀，明早过来跟我妈说个。